MVP 郭富林，胜利打点郭富林，胜利投手罗里奇，败战投手布鲁斯。统一师胜富邦悍将记者黄志源社。第九局，九上悍将演出三上三下结束比赛。第八局，八上悍将演出三上三下，八下吴杰瑞一垒安打，潘武雄接杀，苏志杰美记刺杀，跑者推进上二垒，陈庸击中间方向滚地球安打，带有一分打点。随后郭富林中间方向两分全垒打，郑海文三振结束半局。第七局，七上张正伟刺杀林佑颖四坏球保送，并且顺利到二垒成功。李宗贤三振投手爆头，再送林佑颖上三垒，陈品杰刺杀结束半局，无人得分。七下统一上演三上三下。第六局，六上胡金龙四坏球保送，林哲轩三振，林奕全全垒打带有两分打点，蒋志贤飞球接杀，吴宗俊三振。富邦悍将林奕全在六局上击出中外野方向两分全垒打。记者黄志源社。六下苏志杰飞球接杀，陈庸基四坏球保送，郭富林安打，目前一二垒有人，一人出局，郑海文滚地球形成双杀结束半局。富邦悍将林一拳空出两分全垒打。记者黄志源社。第五局，五上林佑颖李宗贤接杀，陈品杰刺杀，五下陈仲宇飞球接杀，唐兆廷选到四坏球保送，陈杰宪飞球接杀，吴杰瑞一垒安打，潘武雄飞球接杀，结束半局。第四局，四上悍将上演三上三下，四下苏志杰三垒安打，陈庸基三振，郭富林高飞牺牲打，苏志杰平安回本垒，朱元琴三振，统一四局下半再攻一分。统一师苏志杰四局下击出右外野三垒安打。记者黄志源社。统一师跑者苏志杰四局下回本垒攻下第三分。记者黄志源社。第三局，三上李宗贤一垒安打，陈品杰飞球接杀，胡金龙反弹球刺杀，李宗贤趁势攻占二垒，林哲轩刺坏球保送，林奕全刺杀结束半局。三下唐兆廷一垒安打，趁陈杰宪打及时到二垒，失败遭牵制出局，陈杰宪一垒安打，潘武雄飞球接杀。第二局，二上蒋志贤一垒安打，蒋志贤一垒安打，吴宗俊三振，张正伟飞球接杀，林佑颖滚地球刺杀，三人出局，留下一垒残垒。二下苏志杰飞球接杀，陈庸基处身球保送，郭富林全垒打带有两分打点，朱元琴陈仲宇三振。统一师郭富林在二局下击出中外野方向两分全垒打。记者黄志源社。郭富林。记者黄志源社。第一局，